著名书画家林立宏老师为美中文化产业中心题字。林立宏，台山市立宏艺术培训中心创始人，现为江门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台山市美术协会会员、台山市书法协会会员、台山市新的阶层人士联合会会员、广东省美术教育协会会员、中国少儿版画杂志委员会委员、一巡中华爱心书画院院士、美中文化产业中心理事。著名书画家林立宏老师为美中文化产业中心题字。林立宏，台山市立宏艺术培训中心创始人，现为江门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台山市美术协会会员、台山市书法协会会员、台山市新的阶层人士联合会会员、广东省美术教育协会会员、中国少儿版画杂志委员会委员、艺巡中华爱心书画院院士、美中文化产业中心理事。